就是我们剧中的男女主角陈又金李大人。哦，女神要出场了，医生要来了。哎，尖叫声不能停啊，怎么出来？医生柏林，哇，帅帅帅，美美美，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哟，哇，好兴奋哦！要不要先拍张照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好了，既然演员都到场了，不如就先请我们的演员耿如先好好的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孟耿如，在剧中饰演的是柏林的妹妹陶陶。陶陶，掌声鼓励。好的，李汉明。Hello， 我是李汉明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孙子的设计师赵妈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光颖，然后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杨明，是柏林的下属。杨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杨明，我在剧头饰演丁立威，是陈又青的前男友。哇塞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又青大人，班长副班长，陈副班长好。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林晨，开玩笑，我是林晨，在里面饰演的是又青。耶，又青你好正，我听到了，谢谢。柏林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柏林，啊，我在里面饰演李大人这个角色，好，谢谢。哇，我真的，你们到场，我刚才上来都没什么人，好，你们到了之后人越来越多，真的是那个魅力啊，真的是无法挡。好，接下来。这就是你们观众，我你们粉丝的福利啦！现在互动时间到啦，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演员啊，还有导演，导演你要下去吗？你要下去？好吧，那你先下去休息啊。刚才看你很喘，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接下来我们每一位演员就选一位粉丝上来跟你们互动，我们玩数字拳，赢的就可以得到一件我们在剧中。有没有看到那个运动会穿的 T 恤？是什么 T 恤？有没有听到？白脸猫，对对对，白脸猫的 T 恤。我看到刚才我们导演有穿，所以等下可以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导演在哪？导演啊，我觉得导演当 model 好了。好，接下来耿如要挑了，好吧？就让耿如自己选了，因为选这个真的是很困扰，怕会得罪别人。好吧，我们一二三就举手，好不好？一。二三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再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再放下。一二三，哪一个？好，抱小孩的小弟弟，哎，不是抱小孩，抱小孩的妈妈，不好意思，抱小孩的小弟弟是谁？抱小孩的妈妈，哎，弟弟吗？苏志全，弟弟应该不会吧？那妈妈带的好不好？阿弟弟领奖，来来来，这边请。好，一组一组，是数字拳会玩吧？会吗？50、15，你不会哦。那剪刀石头布好了，还是黑白色？黑白色好不好？他会剪刀石头布啊。先挑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我们先挑完再进行。好，这边请。接下来，阿明，挑一位吧。一二三，开始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这互动的机会，你们干嘛那么害羞啊？大家热情一点嘛！应该有很多男粉丝想要举手才对啊，好不好？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。一二三，哎呦，导演吗？我觉得太亮了，有点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再一次机会，来哦，一二三，那一个吧，那一个吗？还是那一个？中间的那一个，对，就是你，你真的赚到了啦！天哪，我好想跟他互动哦，不要开玩笑，先下一个，来吧，好，接下来下一位框框，挑一个吧，来哦，框框要准备选人哦，一二三，那边那一位，这个吗？白色的，拿东西的，拿东西那个，哎，就是你。拿那个爱恋字就是你，哇，太棒了！等一下你还可以签名，又可以互动，又可能赚到我们白脸猫的 T 恤，来，太棒！来，接下来框框啊，不是框框，不是框框的旁边的杨敏、Sunny 选一个吧。来哦，帅哥来了，美女赶快准备，一二三，
等一下太亮太亮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左边的吗？好，好，戴眼镜那个，戴眼镜。我们三名说戴眼镜的，戴眼镜。白色框眼镜的那位，对，对。嘿，对对对，好，下一位，一成，好好的选一下，你那个牌子在那，所以看你要选那边还是选那边。好好的跳一下哦，没有，我们是很公平的，比速度的好不好？那我要喊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三二一，哇哇哇哇哇！吓死我！他是三米。好，没有，再一次，先放下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了，放下，再一次啊！好，三二一。哦，这太为难一成了，粉丝太多了。啊，这位好激动哦，就你好了。好激动的小女孩，来这边请，请站在我们的六亲的后面。柏林，瓦力了哦，开一个哦。好，好，来吧，三二一。有看到吗？还需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啊！全部放下，全部放下。一二三。刚刚那边有一个拿着一个塑胶袋，然后包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的。拿着塑胶袋包着什么东西的？对，就是你，荧光棒女孩。好，恭喜！好了，那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进行了。接着，除了我们可能得到 T 恤以外。